一个为下雨天设计的包到底有多酷？面料软糯亲肤，肩带磁吸扣下拉引拆包，轻轻一捧自动闭合，你怎么拽都不会脱落。底部空间收纳袋，饮料雨伞也能轻松收下，前后共有七个口袋，日常通勤物品根本不在话下。特别是高分子防渗水面料，下雨天也不怕淋湿，这样的包不酷吗？一款让男生无法抗拒的斜挎包，还藏了多少让你意想不到的设计？快速拆卸磁力扣，尤其在卸包检查时，单手瞬间帅气卸包。男生的斜挎包必须又帅又能装，而你只需随手一放就能磁吸锁紧它的紧实度，就算用力拉也别想把它分开。它装的东西还真不少，它有六个口袋和中间大容量，可以装下你更多的随身物品。认真看，这里中间有一个半开放式收纳夹层，可以装雨伞，甚至在底部还可以装一个小型三脚架，当需要时方便你快速拿取，在关键时刻能迅速找到你想要的物品。甚至还是科技防泼水面料，更爽的是它的磁吸闭合开口，让你快速拿取，随时随地开启创作。